我要做工啊，然后穿短裤啊，要回家冲凉再出来。玩的啦，我看电影家吧。我的 office 还回家 3分钟。 我们买了一个帽子给小薇，她喜欢的那个 pattern 其实已经买不到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类似的，希望她会喜欢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找凯爷车。刚才发生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从这边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走去那一边，然后我们绕了一整圈回来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车就绑在门口。 这个是我们买给小薇的帽子，它原本是阿迪达斯，可是最后我们买了这个。 那天我跟凯伊是讨论了，讲说要买 sport bra 给 Vding 啊，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运动嘛，所以我现在就来看一下有什么适合的。可是我怕他的，我们买的 size 不能穿，因为他的胸大。现在我们又再来到了一楼，来庆祝他们生日，顺便喝一点小酒。 科技冷漠的人，科技冷漠，超级冷漠。Happ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.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你看呐、啊，我看一下你拿什么 ，Happy Birthday。给我什么？然后还有一张，开封。呀，这个还是真的，其实这个还是真的。这个也是真的，你怎么？啊，两个都是真的。开呀。开。 我昨天早上都没有讲，他跟我讲没做。OK， 可以，你要不会？有，给你是零元素。哎呦，很顶哦。听到我吗？啊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有，还有。这个还是真的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有酒味啊，酒味。你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 帽子你讲的，帽子。你要找阿迪达斯，我们去了很多间都没有。可以吗？好看，你喜欢吗？开心吗？喜欢吗？三分礼物，我们三分礼物对。记得好收藏啊！我在 office 我还不敢来问我旁边有一个，我可以print私人东西。<笑><笑> 等你啊，Vding。他直接丢掉。要开的哦。你要当场 try 哦。可以可以。你 try， 你 try 啊，你看啊。拿起来，整个拿起来。水条讲你要。 我穿得下了，你说穿得了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怕太大还是太小，因为你胸大吗？大呀，不能穿。你在这里。
先抽。你比较老实。两千啦。OK OK， 我要黄色的。黄色。好，谢谢小薇。那我一定要吧。没有啊，还有没有这个啊？后面有多。要不弄色？生日快乐！这是慧敏给我的，易烊千玺。现在要开箱。所以你耳洞啊？是啊，我是觉得讲得很痛哎。哇！这是 unicorn。打一下。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前面讲这个可以开甜啊，开蜜结果剩下一点点。前面都是贪吃，还讲自己肥啊，结果都是贪吃。拜拜，你要怎么绑鞋带？回到家 back 先哈，拜。